我是王德顺，地地道道的沈阳人。一场 T 台走秀让很多人认识了我，有人叫我最帅大爷，也有人说我一夜爆红。可是你知道吗，为了这一天我足足准备了60年。24岁我当话剧演员，44岁开始学英语，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，到北京成了一名老北漂，没房没车，一切从头开始。50岁我进了健身房开始健身，57岁我再次走上了舞台，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，它叫活雕塑。70岁我开始有意识地练腹肌，79岁我走上了 T 台，我今年80岁，还有梦，还有追求。相信我，人的潜能是可以挖掘的，当你说太晚了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谨慎，它可能是你退却的借口。没有谁能阻止你成功，除了你自己。该炫自己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对自己说谎。